大家好，我还是第二帅的那个修表师傅。还记得上次的那个8500硅铀丝的那款吗？我怀着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把它保养完了。这个是测试数据，特别准，调一下就可以了，摆幅也非常完美。表壳清洗完毕，准备装配机芯，一家人马上就要在一起了，开不开心？保养完毕，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。保养完之后，监测走时，监完测走时之后，可以交给顾客了。珍惜着最后的5天的时间吧。